哈喽你好，来吃面吗？大半夜肯定是饿了噻，吃大正选来。可是我这会儿吃一碗面，早上又泡两斤，我好纠结啊。那来这个噻，拉面饭，你用加的面饼，这个小饭，啥味儿？那我就选这个酸辣味的。那味道好，那行。这个面多少钱啊，老板？19。这么便宜的吗？我说的是19。好吧。哎，老板，你卖多少钱呀？成本是9.9的话，给你加菜、加蛋，还有别的成本，那也18吧。你好像还挂好嘞，老板。没有人说过你长得像一个 rapper 呀、对呀，我觉得好笑呀。好多人都这么说的。真的吗？那你会 rap 吗？我要学会 rap 就好了。这个面煮3分钟，跟面馆是一个味道。哇，我已经闻到香味了。现在把蔬菜放进去烫一下。可以，里面有一片呀。就这么说了。谢谢。现在加入糖料包。好的。OK。谢。哇，先来炫一口，这个面真的很劲道。哇，等一下，还蛮适合深夜吃的。我还有一个愿望，虚惊未来。知道是什么？炼油炸的很健康。Nice。